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室。今天我们继续研究观子谱中的死活，我们一道来看棋盘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棋，这边这个，来观察白棋这一串子啊，这一串子呢只有一只眼啊，不活。朝这边的路呢是没有了，黑棋呢非常的完整，那所以只有从这一带来想办法，白棋要想活出来。这一带呢，白棋黑棋呢这儿的气有一些紧，所以呢白棋必须利用呢黑棋气紧的缺陷来设法呢出棋。可下的棋呢并不多，这儿有个断点，你将来呢肯定是要瞄着的。这一带如果被黑棋接上，那一看肯定是不行，所以说一定要从这一带来动手。冲看来是要想出棋呢显然是要走的，不过呢一定要养成呢全部算，实战对局中呢要养成全部算好的习惯，要冲完这个整个的变化，因为呢它不见得成立。实战对局的时候如果不成立，你这些下法呢就损了，所以呢事先呢要算清楚这冲完以后的变化会是什么，并不难。虽然呢题很大，冲挡住是不行的，因为挡住呢有个扑，这个很简单。这白棋虽然气很紧，但这样就够了，不能提，提了一打是个接不归，所以冲它挡不住，提了一吃挡不住，那一般就是接这个，大部分时候接这个，因为不能接别的，说这个呢这儿有个打，这是个接不归，冲一个最好，你挡住一扑，连这两个也吃掉。所以冲呢它是接这个，接这个呢也行，但是一般的棋形呢不是太好，看上去缺陷呢更多一些，最少是它继续冲，继续冲，这就挡不住了，因为你挡的话它有打，你就不能接了，你接他打。黑棋如果提了被白棋一吃，这一串呢就死了。不能提，提了一打，所以这个棋白棋冲，那黑棋就接这个，那这个棋是紧的，那这下打吃呢一般不着急，留着留着呢，就现在这儿呢看得比较明显了，要设法呢从这里出棋挖，这是要点，一般要点都在这儿，一个是先挖，一个是先断，利用这两个。看来来看挖，不能吃上边，因为他吃上边的话你就打这个，他不能接了，如果接不要长，长的话被他一吃，不要长，那这时候就可以打，这下就可以了。他不能，他如果吃你再打，下步这儿要提，这儿要闷吃，这两个点，这样就出棋了。他不能提，提了一打，这全死了，因为他得接，接了一吃，把这四个吃的这块都死了。所以挖是打这边，打这边一打一打一打就出棋了，所以就要考虑他打下边怎么样。打下边这下呢可以先大部分呢先留着，但是现在呢也不用留了，因为已经有棋了，就可以吃这个。这两步都可以，都有棋，打他接长，这个不入气，你把它提了，他只有打这个，现在你再吃接住的话，这儿有个吃，吃这一步
那黑棋呢，接下来一个是提这个，也是提这个，那当然提哪个也不行，因为如果提这个你可以打这个，这是个接不归，不能接了。提这个，这儿有个打，这是个倒扑，不能提了，因为提了又提回来了。这样呢，黑棋白棋呢就成功活出来了。冲，接，挖，没有变化，因为打的话打这个，看来没变化。也不能提，提着再打，再打也都活了，接了一粒，也活了。打上边也不行，弯就可以吃，接，挡下来，断不进来，断进来被吃了，断不进来肯定不能下了，因为走别的这块不活，如果比如说立，那他就接住。你现在挡他打吃，你接不够气，白棋三气，黑棋两气，这儿一打一吃那也都死了，这一吃一吃本身气，白棋三气，这步呢黑棋必须走，所以黑棋两气，到处他都不够气，黑棋，所以这样黑的是不行的啊，这是正确的下法。当然如果现在断也可以，断他打，但是下一步你再挖他呢，打这个就一样了，但是他有弯，这跟刚才呢还是不太一样，他就有可能弯了，你现在再打他提，这样呢就是打劫了，因为你接呢他度过，这样死了，你立不下去，你立下去他断，你吃他接，你现在没用了，你吃他接，这样白棋死了。当然这种情况下有一步常用的就是扳，这步呢还比较常用，这步扳，黑棋呢不能打这个，黑棋打这个，白棋打这个，不能接了，接了就都提了，所以黑棋呢不能打这个，可以接这个但没用，他接这个你接这个，他不能打这个，总是打接，这下要死了，这儿有个打，这一扳是个掩杀，所以这棋呢，黑棋呢，那就只有扑，这是打劫，打这个劫。白棋这下可以打掉，但是打掉不好，损个劫财。所以单扳比较好，等他扑你提，他找个劫，应了提回来，你再打。他还是要接的，你再提回来，这样差一个劫财。他接这个呢，如果他接掉并不好，接掉你走，还是得扑，你提，他提过来，你长，还是能多个劫。将来呢，提了，当然和那边有关。长不行了，长它有接，有的时候有长，那现在没有，现在你搬它吃，这样白的不行，但单搬的时候多，那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黑棋呢是个打劫，白棋打掉跟那个单搬是一样的，这是打劫，所以说呢次序呢要下好了，先断不行，是打劫了，如果再长一个再挖他退，你再打他提了，这样就打劫也没了，所以次序呢一定要下好了。
现在打劫也没了，因为不能接，接他渡过，现在打了也没用，现在搬没用了，他从下边吃了，他这儿又多一个了，不能搬，接了有渡，这样没棋了。所以次序呢，在死活里呢非常重要，但对局中也一样。所以这棋正解就是冲，它只有接，然后先挖，一定要先挖，然后再打，这是正确的次序，这块呢就可以活出来了。下边呢，我们来换一个，来看这道题，来观察，先观察一下，那这几个白子呢，显然已经死了，但是说呢，看看能不能利用这几个白子呢，在这一带出点棋。看上去呢是用处呢是不大，看上去用处不大。这一带如果尖退，你搬不看不出有什么棋来哈、啊，这样是没棋的。另外你如果搬它跳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，搬它跳，这个形状呢很完整。接下来呢？你长它挡，这个眼位是怎么也不够的，你冲它能挡住，这样眼位不够，这个打没用，现在打它就接，打这边接没用，这个做眼呢现在不够，搬这棋白棋呢活不了，因为白棋团这个接，不接也可以，搬就死了，这样他眼位不够。本身呢是眼位不，先搬他跳，靠这些是没用的，因为靠的话他挖，你打他接住。这个眼位不够，点这个看的呢像是要点，但现在也不行，它就算弯，因为你如果立它这个打先手，这个像是有棋了，它尖，因为你退他冲，你断呢他已经有棋了，因为他往下搬，你现在打他接，你不能接这个了，因为你接这个他把这个吃了，这下不行，如果顶这个可以顶这儿，那他如果接你渡，这回像是有棋了，因为他要吃就只有加，他不能立，你长的时候他如果立就有打冲，先冲先打一样冲好一点，打不能接了，不能接，接了一挡，这棋黑棋就死了。团，团它可以冲，断是先手，它断是先手，它先挡。现在呢，这边它由于有个先手扳，你现在走不了，它是扳得着的，你走它挡，它这儿有个先手扳，你不能走这个，现在不能走这一步，你扳它挡住，你打它提了，你打它打，这个劫黑棋太重了，全死了，这里边就出棋了，你不能收气，因为你收气的话它立。
这样的白气是四气，那黑气呢是三气，这样黑气就差一气了，因为黑气收气呢，白气又不断。这只有打吃，这样黑气差一气。当然，他先打也出奇了，打完冲，打完冲你也不能断了，断给他一挡。但是点这个的时候，他有这步弯，这步弯的是好棋，你挤是先手没用，挤他接住，扳他挡。断不了，你断他一耙是断不了。加过是有，但加过活不了，加他就接，渡过打。这只白棋有只眼，里边有眼，但外边这只眼没有，外边的眼没有，所以这样白棋呢是死的，做不活。团他搬，力他恰，眼位不够。搬不行，那就是尖，尖呢他挡住，这样也不行，因为你虎的话它有个点，你挡他搬。所以点这个没棋，看来这个不行，那就得换一招。扳不行，点不行，是常见的两招。一看不行，那必须呢紧住气。那所以这棋白棋呢下出来靠，靠呢它不能冲，冲的话可以打，继续打。现在黑棋死了，所以靠呢不能冲，但是它有拐。你如果退回来，它一爬，打这步是先手，这显然是没用，断给它吃了，这样显然是没用的。挡这个，他有冲，你打接，然后拐。现在呢，看上去呢像是有棋，但实际上呢不成立。如果他挡，那还可以，你就打。只有拐，然后打这个。不能立，立的话打劫了，这黑棋太重了，不能立，那只有提，提了白棋打吃，这样是打劫，因为它接不住，接住一打这个劫就太重了。补这边它提还是接不住，接住一打太重了，所以这个劫呢黑棋太重，那白棋呢基本上活的时候多，那打吃太重了，他要走这边就提，他补不干净，劫还是很重，但是你提呢给他一提，这样白棋就活了。那基于这个思路，就是要利用呢脚上这个棋看行不行，把次序下好。但是如果直接走，他冲，你打吃，他接，你拐的时候他还是有办法的。这个时候呢想办法，首先不要打，你打这个的时候他
他打这个，这个是好手，只有提，你不能跑，跑被一打全死了。只有提，提了白棋下一步注意不要吃，这个吃呢是常见的错误，你一吃把气撞紧了，把它接住，这下呢看着要死了，因为你哪边也不能虎，你虎这边它有点，你立，这样死了，不能虎这边，虎这边也一样。你虎的这边它也是有个点，这儿要断，这儿要搬，这白棋死了，接住当然更不行了，接住一般眼泪不够，所以这下不要打，那白棋有单虎，单虎是好棋，黑棋呢要想吃它还是得点，因为你搬不行，搬它打完一坐眼，单坐眼都活了。点，这步不要打，也不要挡。立，你点这个，他做这个眼。黑棋发现呢，这个子呢逃不回去。如果你爬，他这时候再打吃。接他拐。爬不回去。断也不能断，因为你现在断呢，他就吃这个，他这两白棋呢，这个打吃的，这两步没有交换，他就可以吃下去，这样就活了。所以当白棋搬的时候，黑棋呢，但是黑棋呢不要打这个，黑棋这棋呢可以下这一步。这步是好手，因为你接拐没棋，你爬，这时候他再打，你接，你接他立也行，吃也行，都可以了，立也行，打也行，都活不了了，因为你打他提了。你得后手连回来，他一挡就死了，这样是死的，这样就没棋了。所以看来呢，这步是要点，不能弯这边，因为你弯这边呢，它有挤。刚才一看不能打这个，因为你打这个，他打这个。刚才就摆了，这样呢出棋了。你也不能打这个，你打这个他打，你打下边他打这个，他也跟你还原。想立，他接住。你打这个，他挡是先手，你得提。他一坐眼就活了啊，这样他活了。当然立呢还是很危险，你立的话他收啊，这样更好一些。这黑棋呢很难办，黑棋只有打吃，白棋打这个打结了，不能立，你立他打死了，你只有提，你提着他打，整个这个都成打结了，你断他提，这是个打结。所以这样呢，黑的是不行的，不能弯那边。说给他拐，但是呢，黑棋可以弯这边，什么棋也没有。那就是直白棋呢，直接动是没棋的，白棋靠拐。刚才看了，直接动下去没棋，因为你冲打完了拐，它有个弯，这个是要点，所以白棋呢单扳。单板这个，单板呢？看他走什么。他如果挡，这下就有棋了，因为你打完了接住。
现在就有奇了，因为你断的话，它等于拐的时候你是扳的，只要拐它扳的话，这棋就有奇，它一打就出奇了。刚才打这个，你打这个刚才是扳的，扳的话他打完了一接就出棋了。这时候呢再来看他打这个，打这个呢可以打这个，现在只有接住，现在只有接，然后打这个还是不能接这个，但是可以打这个，他不能提，提了一打这肯定活了，你黑棋接住白棋接住，这样活得很好，所以打的时候他跑，跑的话白棋再接，这样就活了，这儿有个变化呢摆过了，等于弯的时候他没有走这一步，走这一步没棋，他走这个一挤，这样出棋了，刚才摆过了。刚才呢看了，如果没棋的话呢他是要弯这个，但是弯这个呢现在呢显然是不能弯，因为现在弯这个你打这个是先手，他接这个呢你现在呢就不接这个，靠下来有个靠，当然接这个也可以，他都断不了了，他现在断不了，但你这能搬下来，这爬都把它吃了，这他不行，所以先搬让他不做这个交换，先搬，这样他就交换不着这几步了。那他现在打，打这一步，这时候再搬，还是要考虑搬这个。这下呢，现在可以考虑打掉，单搬，那避免呢他团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团这个呢，你就有冲。他不能挡，他挡的话你接就出棋了，他挡不下去，他挡下去你接，这是黑棋是死的，黑棋呢不能提这个，黑棋不能提这个，黑棋提这个白棋呢不要挡，如果挡的话给他一夹他还能活，收获不大，但是呢白棋有扳，黑棋这串死了，这里边呢就有棋了，它不能断，一断了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。所以靠扳扳，他打吃，那扳这个，他打这个扳，现在呢挡，这个时候呢走别的没用，走这个被他吃了，这时候他有个虎。虎是好棋，他要想吃就得点，打这个不行，打这个打了，打了一接就出棋了，不能打，这是打劫了，因为你不能接住，他一打一接就出棋了，所以他呢只有点，点的话你打是先手，他接住然后往下靠，这还是出棋了，因为他冲你就接住，他打你就接住，那接下来这儿一个吃，这儿有一个吃，那这棋就出棋了，所以正解那就是第一步靠，等他拐的时候扳，那他打的时候你就扳，等他挡了你就一虎，那黑棋呢就没办法了，现在黑棋呢只有提这个白棋，你可以做活，可以活这么一小块。好，今天这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